创作组第一组，由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郭典纯带来的《每一种天气》。各位评审老师好，我是来自阳明大学的郭典纯。那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歌曲叫做《每一种天气》。我之所以会写这首歌呢，是因为搬来台北之后，就是心情常常因为下雨的天气觉得闷闷不乐，但我后来就想说，其实每一种天气它都有值得欣赏的地方，比如说雨天虽然脚会湿掉，可是雨声却很好听。那我就觉得这个心情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如果遇到生命中的阴雨天的时候，可以换一个角度发现它可爱的地方，所以我就写了这样的歌，叫做《每一种天气》。
谢谢大家。